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又在搞什么？这个还是让我来吧。不好，锅巴跑了。是你啊。久违了，老友。来来来。哎呀呀，你也在这里散步吗？时节刚好，理应外出走走，等一桌美食。走走好啊，让咱们有缘见见你。锅巴虽认不得你，每每见你也都分外高兴呢。锅巴不记得很多事了，却依然能感受到熟悉的事物吗？友情一世，原是经得起时间的。旅行者，逐月一词，你认为如何？举头望明月，万般感怀皆在其中。此情此景，犹如天星照我，愿逐月华。感故人之恩，成旧友之情，追千古之意，还千秋之诚。以上种种，谓之逐月。老了，看见什么都觉得唏嘘，看见孩子们却觉得非常的美。茂盛的生命力像从大地之底奔涌而出，分明是存在了千万年的古老土地，仍是如此耀眼夺目。旅行者，有你见证，这逐月节也有意思了许多呀。让香菱沏一壶茶吧，茶慢慢喝，我们慢慢聊。